经本168面第二行，第二行从这个下半段看起啊，从第六看起啊，六为求家户故者，相继传教，障难很多。先进三尊上求家户，这个文是接着前面讲这个寄守皈依，先说明为什么要皈依？过去无论是讲经、注经呢，一开端呢都是归敬三宝。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说了七个意思，那么这是第六个，为求家护，家就是加持。护就是护念，求诸佛菩萨加持护念。特别呢，是在佛灭度之后，佛教传到中国来，是世尊相法的时代，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年之后，佛法传入中国，那么正是佛教的相法时期。佛的法运常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正法，第二是相法，第三是末法。经上告诉我们，正法有1000年，相法也是1000年，末法有10000年。那么按照中国历史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呢是3017年，也就是说正法相法都过去了，末法10000年呢也过去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注解这部经的人是唐朝时代的人，那个时候还是相法。这是宗弥大师的注解，他与清凉呢是同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1300-1400年。那个时候弘法了，障难就很多了，教下如此，宗门也不例外。我们看看在禅宗里面，六祖大师跟他们也都是同一个时代，跟这个因为六祖大师曾经武则天中宗都召见过，那么清凉是武则天中宗的老师，清凉过师，所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六祖弘法了，也在猎人队里面避难15年，由此可知，宗门教下的弘法实实在在不容易。那么相法呢，已经是由
障难，何况末法？更何况呢？在末法现前这个阶段，是无著，这个卧室著卧到了极处了。啊，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啊，不但中国的历史，连外国的历史都没有啊，像现代史这样的混乱。啊，那么这个障云当然就要更多了。啊，所以自修弘扬啊，都要求三宝加护。啊，没有三宝加护，凭我们个人，实在是智慧福德都不够。啊，何况这个现前呢，所谓是发弱魔强啊，啊，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里念佛修行，在这里讨论佛法，这都是三宝啊特别的加持。那么末后一条呢，说随顺先圣，故者说悉天圣众，诸菩萨僧造论摄经，戒先归敬，顺先圣故敬三尊，说敬意极多，不能凡数。那么末后一条了，这是缘前人之力。佛法不但佛法，世法也不例外。如果这个法是正法，就离不开这个镜子。啊，可见的，你要辨别法之邪正，不论它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你要辨别它的邪正呢，很容易能够区别，就在它有没有敬意。啊，如果有敬意，这必定是正法。啊，缺乏敬意呀，那么这个法是正是邪，就要仔细去观察了。本经将菩萨的行门最后归结成十大纲领，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第一愿呢，就是礼敬诸佛。在我们中国世间法儒家的教学，诸位要翻开《礼记》，《礼记》第一篇呢，就是去礼，第一句就是去礼曰：“我无不敬。”你看看，跟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呢，确实是不谋而合啊！啊，都是从啊修敬开始。啊，由敬入门，啊，礼敬呢，就是我们的信德，啊，这个是真。不仅仅佛不在世间了，我们要归敬求佛加持。当年这些诸佛菩萨同住世的时候，菩萨们讲经著书，佛在世也求加护，也求加护，何况在末世。所以中国的古大德们，
他们造论解释经也远呢这个古印度前显之力那么在这个注释之前呢一定有归尽的字样 除这个七条之外，这个敬意很多， 舍次所归，三宝分二。这个，我们所归的对象呢，就是三宝。那么底下解释三宝分为两段，先表三宝义，后正效所闻。那么第一段呢，先解释什么叫做三宝。 然后再解释这个书里面的记文。说经初，三宝之义，佛法大纲，学者要知，不可不说，略以五门分别。 三宝是佛法的纲领，学佛的人一定要清楚，不可以不知。为什么呢？你一进佛门，首先就求三归，三归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三宝。我称为三宝弟子，结果不知道什么叫三宝，那你皈到哪里去了呢？ 就谈不上皈依了，所以一定先要把三宝这个意义搞清楚。这个注解注得非常的详细，因此对于三宝的说明也就有一定程度的周详。它底下 把它分为五个小段来说明。第一个是释名，解释三宝的名称；第二个呢是出题，这是三宝的依据；第三呢是讲三宝的建立；第四个是讲它的次第；第五则有问答分别。 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一段解释名称，圣名。这个圣名里面呢有总名别名，总名者是三者素矣，宝者从欲为名，宝是比喻，三是个数目字。 宝一宝性论有六义，这就说明它为什么叫做宝。三底下会给你说明，就是佛法僧。这三桩东西为什么称之为宝？下面呢有六个意思，第一个是稀有。 如世间经玉等，世间难得，三宝一耳，百千万劫众生难遇。这个世间呢，凡是稀有就宝贵，大家都看得很重视它了。为什么？它稀有。
那么佛法僧呢也是如此啊。我们中国在这个世间呢，佛法相当的兴盛啊，我们生在这个环境，所以不觉得三宝之可贵啊，不知道它的稀有。如果我们将佛经稍稍涉猎了，就知道它确确实实是稀有啊，世间不常有三宝住持。像佛灭度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总共只有12000年啊，12000年在我们观念当中啊，因为人生呢寿长的也不过百岁，看到这个12000呢，嚯，这很长很长啊。其实，在无限的时空当中啊，这个12000年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发灭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了，必须再有佛出世，这个世间才有佛法啊。佛给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发灭之后，底下一尊佛呢是弥勒佛，弥勒现在是菩萨，现在还不是佛啊。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56亿万年之后，你想想看，56亿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才到世间来。这个12000年跟56亿万年不能比呀。没法子比，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真真稀有啊！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啊，跟这个佛这个世间有佛法，这个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我们有缘遇到啊，这非常非常之稀有。过去彭济清居士讲啊，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怎么会碰得这么巧啊？尤其是碰到佛法住持，我们能得人身的。如果不得人身，纵然遇到了也没有处啊。所以还得要得人身与佛法啊，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开经偈上所讲的，啊，这个是稀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啊！因为我们这个人身要失掉，再得人身，不晓得是多少万劫以后了啊！说人生失掉，来生再得人生，给诸位说太稀有，太稀有了，太少了啊，不容易得到啊！这就好像中奖券的一下抽中了第一奖啊！哎，是在讲中第一个特奖还不难呢，哎，得人生比中第一特奖还要难。第二个意思是明净，光明清净啊，如世间呢经与体性明净啊，像黄金美玉一样，三宝一儿历然无垢啊，所以明净啊，这个有宝的意思了啊。我们亲近了三宝，皈依三宝，
要把自己的信德也与诸佛菩萨一样的显露出来。信德是光明清净，明就是智慧，净就是禅定，定心是清净。如果心里还有杂念，还有妄想，心就不清净了，你也就定不下来了，所以这个定心呢是清净的。第三呢是势力，势力是讲它起用，它的作用。如世间金玉有威德势力，三宝一耳见到利用神通威力。世间人如果有了多金多宝，他在这个世间上大富大贵呀，这个太有势力呀，他要想办事情轻而易举，不费力量，他有财富，他有地位，所以这是讲起用，三宝啊也是如此。见到利用这个见到啊，就是禅宗所讲的见性，见性之后的作用啊，是性德作用，不是我们凡夫啊这个小小的能力可以能够相比的。他的能力神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是性德起用啊，这是真实的实力。第四个意思是庄严，庄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美好，就是美好之意。如世间金玉庄严世间，三宝一耳定慧庄严处世法鼓。这个世间凡是名贵大概都是黄金，名贵的建筑都用黄金来装饰，在日本，大概到日本去观光，很多人呢都去看日本的靖国寺。那个建筑并不大，全是黄金做的，叫靖国寺。但是他那个黄金呢，给诸位说是铁金，实在讲呢，建筑的材料是木头，像我们这个提的匾额上面铁金，那它的确是真金，是真金的金箔贴上去的，它呢整个的房子通通是铁金的，你看到的确是非常之美，那相当之名贵了。那么在这个寺院里面，大的寺院，所以有金瓦殿，它那个瓦了，所盖的瓦了，那也是铁金的，也是铁金的，这个非常非常之名贵了，所谓是雕栏玉砌，这是世间法的庄严。
在出世间三宝也是如此。啊，三宝的庄严不像是世间，因为世间庄严呢都是形式上的庄严。啊，三宝的庄严呢是心境的庄严，这是真正庄严，它是以定慧庄严出世间故。我们今天这是大年第一次开经，祝福诸位少烦少恼，多定多慧啊，多福多慧呀，福就是定啊，啊，我们要多福多慧啊，要少烦少恼。这样的修，这个烦恼啊是六道啊，少烦少恼啊，我们与六道啊逐渐逐渐远了啊，多福多慧呀，我们与西方极乐世界逐渐逐渐就走近了啊，这样的修学才有成绩呀， 啊才没有白学。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所以大乘佛法，特别是净宗的理事，要真正认识，真正清楚，决定不怀疑。我们在现前一切境缘之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自己才能真正做得了主宰。往往我们看到许多学佛的同学，平常看他也很用功，也很精进，可是一遇到事呢，他就乱了，佛也不知道念了，甚至于遇到事还贪生怕死，比如说到了病重的时候了，不念阿弥陀佛了，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要死啊，这个不能念阿弥陀佛，赶紧念观音菩萨，有观音菩萨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他还要活下去，这就错了啊！到临终的时候，弥陀经不要了，去念普门品去，这个很糟糕啊！这个就可见的，他对于净宗的理与事都没搞清楚。这个世界有什么值得留念？应当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如果我们这个寿命还没到，你一心求生净土，有什么病痛自然就好了。不要找医生，也不要吃药。我过去在大陆，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他们一帮学生就用这个方法。他们一个有病痛了，这一家人呢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到这个病会好，病不好了就往生了，所以都是很简单的事情，非常简单，决定不找医生不吃药，可是许许多多呢，他病就念好了，我们要有信心在我们眼前这个景美黄信安居士，我们这个油画的佛像就他画的，他听我讲这些事情他相信了，所以从前呢他也是到处有些病痛这一两年呢他也不看医生不吃药，只要有小病痛的时候他就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就通通都念好了身体现在一年比一年好，
真有效啊！啊，为什么你会有病痛呢？你有灾难，你有业障嘛？念阿弥陀佛是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啊，业障消除了，还有什么病痛吗？啊，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也预知实知，也没有病苦啊。啊，这个消业障非常非常重要。啊，烦恼习气就是业障。啊，对于圣教之怀疑，那更是大业障。啊，所以这个法门最重要的就是信心。三字两，第一个是心，愿信，第一个是信。所以说实在话的时候呢，可以跟这个医生医院医药啊一刀两断，跟他绝缘。啊，自己有真正坚定的信心，我不需要他们。啊，一心呢求佛加持。啊，所以用定慧呀来庄严出世法。啊，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定慧。定就是你对于这个法门，啊，这一部经现在是净土五经之一，啊，你对于这个净土法门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这一句佛号念下去，这就是定啊。我再不搞别的了，世出世间法我都不要了，都放下了，这就是定。啊，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无比的智慧呀。所以这个方法呢，即定即慧。啊，大定大慧，不是大定大慧。不可能修这个法门，啊，所以信愿行，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你就是在修大定啊，就是在修大慧呀，啊。这种定慧跟文殊普贤观音世智无二无别，他们修的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啊，经中一再说难信之法。啊，这个是真正庄严，啊，真实的庄严。第五讲罪伤，入世间金玉，于是罪伤。三宝一耳修出世道最尊最上，啊，这个最上也就有最贵重的意思，啊，我们世间把这些金银七宝啊，因为它稀有啊，稀有的金属，啊，把它看作非常之贵重啊，在一切物品之上，啊，看得这么贵重，啊，三宝啊也是如此，啊，修出世道啊，啊，这个出世就是超越生死轮回，叫做出世道，一生当中。什么样的人一生呢？就是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人，在一生当中啊，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能够了生脱死，只有这一个法门。所以这一个法门
不但是世间法里面最尊最上，就是一切处世间法里面这一个法也是最尊最上。这几天台大有一位谢教授很发心，把我在新加坡讲的《无量寿经》录音带啊，他全部都写出来了。啊，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全部写出来了，现在拿给我来看，让我来修改呀，准备出版流通。啊，所以我现在全部的时间呢，都在看这个稿子，大概全文呢，恐怕有七八十万字的样子。那么我想把它大量的删掉，啊，希望它不超这部书不超过30万字，啊，所以差不多要删掉，一半以上，差不多1/3的样子。那么读这个东西呢，就又想到当时在新加坡讲的这些，啊，有些看到这个，自己也不晓得怎么讲出来的，真的是。我里面有一段话了，是因为今天看到那里就想起来了，从前人没讲过的。净土三经的《观无量寿经》是讲净土的理论方法，九品因果，这方法里面前面是观想念佛，当中是观相念佛，末后是持名念佛，啊，最后一关第16关呢是持名念佛。我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提醒同学们，那个末后所讲的就像唱戏的压轴戏啊，最好的最好的摆在后面了，啊，压轴戏，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一切念佛法门里面，这是讲念佛，啊，所有一切法门，所以84000法门、无量法门、念佛法门第一殊胜。念佛有很多种念法，有摄相念佛，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就是念佛里面是以持名为第一。持名念佛就是一切行门当中第一的第一，没有比这个更上了。这一个说法从前没人说过，啊，我举出楞严经举了好多例子，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这么容易的法门拿你是第一殊胜，越是第一殊胜呢还越容易，啊，所以这个法门叫易行难行的。易行就是普度众生，如果不能普度众生，你这个法门不能叫第一了，啊，也就是说造无逆十恶立刻要堕地狱了，你这个方法能够马上救他，而且立刻叫他成佛，这个法门才叫第一法门。哪个法门呢？只有持名。你那个时候讲观相观想都来不及了，为什么？他马上要堕地狱，来不及了，所以才知道这个法门呢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这最上啊，
最尊呐、啊！所以华严到幕后一桌了，也是十大愿望倒归于极乐。啊，华严经上念佛法门，彭济清居士做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就是以华严的教义念佛往生净土。那么这个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著作，啊，也是非常伟大的著作，对于净宗修学有了不起的贡献。啊，黄念祖老居士有录音带，啊，我们这边都普遍的流通。啊，那么这个小册子我们也印的很多，啊，诸位啊都可以做参考。啊，但是他那个里面也提到了十相念佛，啊，可是我们细细去研究《华严经》，文殊、普贤、善财童子，通通都是修的持名念佛。啊，文殊教法照就是持名啊，啊，法照这所传的就是无慧念佛了，持名啊。持名念佛，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十方等觉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用的信愿持名，啊，这个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信愿持名，啊，在修出世道上是第一尊贵，啊，第六个意思是不变的意思，不变就是真的，凡是会变的就不是真实的。啊，佛法里面讲这个真妄啊，它的标准就在此地。啊，所以《金刚经》上跟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因为它会变。所以它是虚妄，它不是真实的。啊，这个三宝不变，如是金玉不可改矣，百炼不侵，九埋不生。这个黄金，所以它呢，它的贵重就是它不会改变。你怎么样去冶炼它，它也不会减轻。啊，埋在地里面，啊，金跟玉怎么样埋在里面，它也不会变它的成分。啊，所以这世间人称它为宝，就三宝一耳，不为世法之所改变。我们这个世间法为什么呢？它不染世间法，啊，三宝就是觉真净，觉它不迷，它不邪，它不染，